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又是来到我们每月第二主日的祷告医治的主日，我们要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祷告医治主日的主日崇拜，请我们安静预备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是要奉主的名来敬拜主。主啊，照你的应许，我们亲近主，主你就必亲近我们。主，我们奉主的名聚会，求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今天是每月第二主日的祷告医治的主日崇拜，求主设立你医治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主啊，透过今天的救恩与医治的真理的信息，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用你的救恩再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不断地被你更新。谢谢主耶稣，也让我们还没有领受救恩的人，今天听了救恩与医治这个圣经的真理的信息，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悔改信福音，能够得救。求主来祝福我们，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以赛亚61:1-4，这边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王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阿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求主释放这块的恩膏，在我们今天的祷告医治的主日崇拜的里面，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主应许的这个话的恩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用福音与医治来拯救、更新、医治、释放、祝福我们。阿们。今天的信息是福音与医治。今天的信息是福音与医治。我们预备心来一起参与主日崇拜。我们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晚安。感谢主又是来到我们每月第二主日晚崇拜的祷告医治释放的聚会。不好，这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为今天晚上的祷告医治释放的聚会来祷告。今天晚上我盼望神又透过福音与医治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来触摸我们当中每一个需要被医治释放的人。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为这样的信息，为你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是我们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主啊你是医治的主，主啊求你设立医治的宝座在我们聚会当中，主你是救恩的主，主啊设立你救恩的宝座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救恩，透过你的福音，今天晚上再来触摸我们在座当中需要被医治释放的。主啊，我们不是要看神迹，我们乃是要看你的怜悯心肠，你怜悯我们的需要，你怜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主，今天晚上，透过这样的聚会，透过祷告一次的聚会，透过这样的信心，再来触摸我们，触摸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需要交给你，求主临走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是医治的主，你深知道我们的需要，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你承担我们的忧患痛苦，担当我们的罪孽跟伤害，为了带下医治跟平安跟拯救临到我们。主，谢谢你。今晚上我们把这样祷告医治释放的聚会的宝座主权再次归给你，因为你是医治的主，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一起要来仰望医治的主，设立医治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求主今天晚上行走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求圣灵跟我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主耶稣行走在我们的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内心的生命的深处，充满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曾经为我们承担所有的忧患跟痛苦、罪恶跟伤害，曾经为我们死，也叫我们的复活、得医治、的健康。谢谢主耶稣，主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是熟悉的，主啊，这样十字架带下的救恩我们是熟悉的。求你透过今天晚上的医治与福音、福音与医治的信息再来触摸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靠主耶稣必得胜。我们站起来唱这一首歌，我曾听过，来，我曾听过。Oh yeah.
Oh.
害，不在恐惧，不在罪恶里面压制，不在仇敌里面被压制。主，因你活着，你胜过仇敌，胜过罪恶，胜过伤害，胜过人间的一切的凶恶和败坏，胜过一步死亡的权势。主，要是你活着，救赎主活着，我们要跟你一起活着。希望，因为你活着，你复活的救主，你那奇妙的双手要带领我们的一生，你那慈爱的复活主的双手要引领我们的一生。主，谢谢你，因着我们伸出信心的手，伸出信心的手，愿意你那奇妙的双手，你那慈爱的双手来带领我们一生，进入你的盼望里面。你那奇妙的双手。
了。是的，我们要永远歌颂，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曾经是瞎眼着看见，瘸腿的行走，曾经用你慈爱的双手安慰抚慰着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扶持了我们的生命从软弱的里面成刚强。谢谢你奇妙的双手，慈爱的双手。今天求你再次用你奇妙的双手，你慈爱的双手，你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双手，再来触摸我们在座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内心的需要，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的需要，求你慈爱的双手触摸我们，触摸我们。你领受，主啊，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的，奉主的名释放生命，把神的爱现在放在我们心里面。求你慈爱的双手拿走这些不蒙爱的这些伤痕跟孤单，现在拿走这一切，求你释放你慈爱的双手，轻轻的抚慰安慰着我们，医治我们，怀抱宝宝，怀揣我们。主，求你奇妙的双手现在在我们的灵里面、眼睛里面触摸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灵变拦阻，我们看不见你的盼望的这一切的拦阻，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现在拿走，让我们断开仇敌的蒙蔽跟自我的欺哄，现在要断开这一切，所有看不见你的一切的心灵的瞎眼、眼目的瞎眼、心思的瞎眼，奉主的名现在断开这一切。主啊，你开瞎子的眼睛，今天晚上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开我们属的眼睛，开我们思想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意志，看见你的盼望，求你来触摸我们。主，谢谢你，所有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现在就要挪开，主啊，你的手要除灭所有的内心里面前的黑暗，所以来到你面前的任何心里面埋着各种的黑暗、仇敌的黑暗、各种的消极、各种的沮丧的这些黑暗、各种的罪恶的黑暗、各种仇敌的蒙蔽的黑暗，现在用你奇妙的双手断开拿走这一切，释放你的光明盼望，释放你的信心，释放你的荣耀，释放你的救恩代价医治的盼望，现在临到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一起感谢赞美主，来祷告，拍手来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感谢主。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福音与医治，福音与医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以赛亚61章，以赛亚61章1到4节。翻到的时候，我们整齐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以赛亚61章1到4节，一起来念，请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小子，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万万女西安悲哀的人代替为臣，喜乐我代替悲哀，赞美你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另外荒凉之城。谢谢我们啊，暂时看圣经到这个地方。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什么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小子做什么，或者传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阿们。
这一段短短的圣经里面啊，我们要今天晚上的啊信息是因为福音与医治，我要用其中的一节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福音与医治，就是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啊，以赛亚六十一章啊所说的，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小是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个真理。第一个我要说的是，这世界有主耶和华上帝的灵，跟我讲一遍来，这世界有主耶和华上帝的灵。是的，这一句话，这一句圣经的话唤醒我们，唤醒你我的思想，唤醒你我的眼光，唤醒你我们啊，你我们在这个看人生、看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啊一个想法，就是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啊这个生命在触摸、在感觉、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只要看到这个世界有你、有我。啊，有人，还有有周遭的环境啊，人事、人生，还有生活，包括最近好多的新闻啊，啊，不断的一些很多的刺激的新闻都不断的啊，让我们看到啊，以及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这世界上发生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的眼睛不但要看到这些，我们的思想不但要看到、感觉到这些，还有要加上。我们也要看到这世界有天上的神，阿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态里面也要看到这世界有上帝，这世界有天上的神，就是主耶和华的灵也在这个地上，也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在你我的周遭的环境里面，因为这世界有上帝。讲一遍来，这世界有上帝，阿们。好，那么提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很怕，你也很怕听到消息，对不对？因为每天从报章、杂志、广播媒体所传给我们的消息，多半不是罪恶的消息，不然就是性丑闻的消息，不然就很多不幸悲哀的这些让人家痛苦的这些消息，不然就是一些罪恶跟邪恶啊，令人很不安的、惶恐的这些消息。我要说，这世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一有消息多半都是坏消息，是不是？是，是不是？是，是，好，同意吗？同意。同意。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和华的灵，主耶和华上帝也要给我们传一种消息，可是他传的消息，他要给我们的消息，给我们的讯息，跟世界的信息、跟世界的消息、跟世界的坏消息完全不一样。要主耶和华上帝要给做一件好事，就是要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阿门。主耶和华上帝今天在世上，这世界有上帝，这世界有上帝，上帝要对世人、对每一个居住在世界上的人要传达、要布达、要传好消息给每一个人。阿门。然后，那么。这个啊，不但是要啊，主要上帝要啊，对我们啊传好消息，而且呢，他说啊，要传福音。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等一下我会讲福音的好消息好在哪里，把它具体化哈。并且呢，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你要听到啊，这个啊福音好消息吗？要不要？要。好，那么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从神的话里面啊，来领受到上帝要透过他的话给我们的福音好消息啊。如果你已经听了福音好消息啊的基督徒啊，你已经得了福音的这个好消息的祝福，今天你要好好的再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再听一遍，一来是帮助你再次经历福音的医治、更新跟释放。阿们。好，再一次的来更新。第二，你听了以后，你再增加这个福音的印象，好让你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以至于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给人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讲明白福音的内容。阿门。
不过在我们当中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听过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人啊，也没有、啊、还没有相信福音的人，我要恭喜你了。今天上帝要把福音好消息要传给你啊！啊，而且呢，这个他要啊，透过这个福音好消息，要来医治，要更新，要来祝福你的一生。所以你也要好好的听这个啊信息啊，也要领受这个福音好消息，而得到上帝的医治、释放、更新跟祝福。阿门。那么，刚刚我们读了圣经以赛亚61:1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今天主耶和华神，主耶和华上帝的灵要透过他的使女啊，要来传好消息给你，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今天我们都要经历福音的好消息。啊，也要经历福音的啊这些的啊讯息啊，期盼神透过这个福音的啊一个好消息的内容，再一次来医治、来更新我们。因此，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而且能听的耳，而且有谦卑的心、不自满的心，能够有虚心，而且深深透过这个信息能够看到自己生命中的需要，而且能够深深感觉到自己生命中有缺乏，需要来领受这个福音好消息的医治、释放跟更新的一个态度。阿们啊，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神的国就要在他们的心里面来发生。阿们。虚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的国。如果我们觉得自满，我很够，我很丰富啊，我可以的，我不需要上帝的，那今天这个道你就很难听进去了啊，因为你里面有自满。可是偏偏上帝的福音是要给那些自己觉得是贫穷的人，觉得有需要的，我生命有需要啊，我的生活有需要，我的人生有需要，我需要上帝的福音。那是我们存这样的心的时候，这是一个虚心不自满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要为你来预备的。阿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虚心的一个心。那么下面我要说福音好消息是什么呢？那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么短短的，也要介绍福音的好消息的这个内容。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29这边下半段就好，下半段这边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起来念，请一起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再一次来。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小字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好，就是福音里面就是有一个中心点，就是看哪、啊，看哪、啊，看谁？看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啊，除要来到世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也是要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么这里我要解释。主耶稣怎么样除去世人的罪孽？主耶稣怎么样来背负世人的罪孽？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无瑕，是良善的，他是完全人，他是极其美善的啊，极其尊贵的啊，是没有罪的啊一个耶稣。可是他为什么被挂在十字架上呢？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是被神定义，借着他成为除世人罪孽的一个代罪的羔羊。意思说，我们世人所有的这些的罪恶、过患、痛苦、忧患、咒诅，这些的人生的苦难，全部都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替我们承担这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我们用一点信心的思想力啊，来思想耶稣，他被高高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被高高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背负你我，背负世人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过犯、所有的刑罚跟咒诅的。看啊，神的羔羊在世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头戴荆棘的冠冕，他的头戴荆棘的冠冕，意思就是他要承担我们所有人生各种的罪恶、荆棘、咒诅的权势，全部主耶稣要替我们承担，包括我们在脑筋里面，在
在思想上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精神里面，在头部里面胡思乱想或者不洁的思想、败坏的思想、犯罪的本性、犯罪的行为，会压伤我们的精神，压伤我们的脑筋，压伤我们的心，压伤我们生命的这些罪恶荆棘的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高高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头戴荆棘的冠冕，就是要承担我们这一切的压伤。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脑部里面、思想上、在行为上、生命当中，所有因为罪、因为忧患、痛苦、因为压力、重担所压伤我们生命的、压伤我们精神头部的这一切的伤害，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为你我来承担，我们可以把这些交给耶稣来承担。阿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的双手被挂在钉，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鲜血淋漓，他的脚也被钉在啊这个十字架上面，他的肋旁被扎一个洞，流出血跟水。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遍体鳞伤，全身被罗马兵丁打伤。那个是有用意的，就是耶稣要承担你我一生手脚偏行己路所做的这些卑贱不圣洁的啊，这些败坏的偏差的生命的路径，引进了所有的罪恶跟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刑罚了。阿们。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手脚跟生命当中所这个生命的行径里面罪恶的行径啊，偏差偏行己路的罪所带来的伤害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刑罚，今天全部的带到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十字架这边，让耶稣来承担这一切，因他的鞭伤使你我得医治。阿们。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再来，他的肋旁被扎一个洞，流出血跟水，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也要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在我们的肺腑心肠、我们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思想里面，我们许多的高高低低，许多的弯弯曲曲，许多不圣洁的这些的啊内心，许多不圣洁的一个感情，许多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自由，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以及在于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肺腑心肠藏了很多的啊不满，一些苦毒、一些怨恨、这些自私、这些罪恶的心肠、这些的啊亏欠的这些的啊良心的这些啊误会、藏污纳垢的这些，这一切会压伤我们的心的，这些罪会压伤我们心。可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扎流啊，扎一个洞，流出血跟水，意思就承担我们情感、意志、肺腑、心脏里面所有这些罪恶跟伤害，这一些的悖逆跟败坏的行为，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替我们受处罚了。阿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所有肺腑心脏这些因为罪所带来这些的刑罚，我们的在压伤的这些痛苦，全部交给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承担这一切，因着我们生命悖逆所带来的一个咒诅的人生，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啊，一切的有咒诅，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承担，他要用十字架的这些福音的救恩，要化咒诅为祝福，要医治我们生命，从咒诅成为一个蒙福的、得福气的、得祝福的一个人生跟生命。阿们。这个就是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是被挂在十字架，是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要承担你我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忧患、痛苦、伤害、悖逆跟咒诅。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承担背负我们这一切，为了使我们得医治，为了使我们得拯救，为了使我们得平安。这是主耶稣神透过主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的一个救恩，一个福音的好消息。这个福音好消息好不好？好不好？好，有人勇敢会肯为好人死，肯为义人死。911这些的美国消防队员为了救这个这个世贸大楼的这些的人，他们冲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他们为了救人他们死了。很多人可以为许多人死，但是唯有耶稣为我
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来死，这个爱是非常的大。当我们犯了很多的罪，很多的这些败坏跟悖逆压在我们身上，连我们自己看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是这个样子，是有时候甚至于觉得自己软弱到不能够接纳自己。但是主他今天能够用命，用他的生命，用他一个圣洁的，用他一个完全无罪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愿意来承担我们这些的败坏的一个生命，并且他要用他的圣善，用他的圣洁，用他美好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这些不美好的生命，这是一个舍命接纳的救赎的爱。阿们。这个就是耶稣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些事。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透过他要来除掉这些我们世人人生当中一切的罪恶跟刑罚、伤害跟咒诅。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那么下面我要更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带下医治、释放跟救赎跟祝福我们的这个信息更具体化的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十节上半段。好，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请跳到第十节上半段来。耶和华确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阿们。这个就是福音的比较具体化的一个内容。好，这边讲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处罚呢？这边就是比较具体讲到耶稣怎么担当我们罪，担当我们的刑罚啊，除掉我们罪的这些的救恩的救赎的一个动作。那么这边的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我在念的时候，我把所有他改成耶稣啊，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我们却以为耶稣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耶稣的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耶稣压伤，耶和华使耶稣受痛苦，耶和华以耶稣为赎罪祭。这个就是福音的具体化的内容。阿们。那么我要把这个经文用十个点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一个具体化，会带下一个医治、释放跟更新的祝福的这个救恩。让我们也能够应用来支取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医治。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第四节，他这边讲到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我用这个要来讲两个点，就是耶稣要担当我们的忧患和背负我们的痛苦。为什么耶稣要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呢？为什么？请告诉我。一来是因为为救我们，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救？因为我们有忧患跟痛苦。阿们，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这个苦难，小至心情的这些受痛苦跟难处，大致就是家破人亡的苦难，
人生的生老病死里面所遭遇到的这些压力冲击里面，会让我们人生有一个背的一个苦难的忧愁的这些患难这些的这些的恶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好，我现在要请问我们当中有70岁以上的年长的这个妈妈婆婆们，请你们举手一下。有70岁以上的，请你们举手。70岁以上的，有没有70岁以上的？好，我们给这位这些婆婆妈妈们拍拍手，因为他们实在不容易。这些年长的过了70岁的这些年长的婆婆妈妈们，他们人生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都还多，他们人生的经验都比我们还多。不过圣经上说，我们一生都有4到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我现在请问我们当中70岁、80岁的这些年长的婆婆妈妈，请你以你的人生经验来看看这个圣经是不是说准了人生的一个处境，说我们强壮的可到80岁。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其中所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便转眼成功，是不是？是，是不是？ 是，点头，是同意圣经的话。真的，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忧患，许多的这些的苦难，许多的劳苦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在我服侍的当中，我也经历看到许多人是背着许多的忧愁什么样的忧愁对自己的这个情感上的忧愁，对自己生命的挣扎的忧愁的苦难，对自己的事业人生的这些挫折的伤害的忧愁苦难，常常是缭绕在这些需要的人的身上。那么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来祷告，从祷告里面就支取神借着救恩借着福音要带下的这些安慰跟安舒。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承担担当我们一生的所有的忧患跟这些的忧愁跟患难，为了使我们得着安慰跟安舒。阿们。每一个这些忧患痛苦的人，今天都可以来到主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的面前来支取主来承担你我的忧患他要赐下安舒，赐下安慰来临到我们。那么第二个就是耶稣要背负在十字架上要背负我们的痛苦跟忧伤使我们得着甘甜喜乐跟盼望。这个时代我知道最近这几年来，我们面对我们的整个政局，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整个家庭，整个人生，有许多的人生的风浪，许多人生的苦难，许多人生的难处，许多生活的这些压力，经济的走下坡，整个环境的这些的动荡不安，整个的这些的局势的这些黑暗的一个缭绕，真的让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精神上，背负了许多的这些痛苦跟忧伤。今天主耶稣要承担我们，不管我们是个人的或是家庭来的，或者是面对生活，面对我们的周遭环境，面对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背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痛苦跟这些的忧伤呢，今天主耶稣要承担你这一切。阿们。而且主耶稣要换，跟你换，换什么？他要换下他的甘甜跟喜乐跟盼望，今天让你带着回去。阿们。这个就是主耶稣要用他的福音来医治释放我们，来恢复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喜乐跟甘甜，不让这些的痛苦忧伤，或者是这个忧愁跟患难压伤我们，而是让我们透过我们把这些交给主的时候，那我们从主的福音里面得到安慰安舒，得到甘甜喜乐跟盼望，使我们生命得着医治跟安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承担我们的过犯跟罪恶，为了使我们得着赦罪跟赎罪的这个救恩。中国有一句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阿门吗？阿门。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是大罪不犯，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是小罪不断。好，
那么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应该是说失掉了，亏缺了，或者缺少了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包括很多，上帝的荣耀包括圣洁、尊贵、诚实、良善、温和、信实、美丽、芳香、纯全、信任感这些的安全感、正直这些得胜的生命，这些上帝要给我们生命的这些荣耀、尊贵的生命，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就失掉这些的生命。这样子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无形当中会失掉，犯了罪就失掉了上帝的荣耀跟尊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不荣耀的，一个黑暗，一个不尊贵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的最近我们在上这个陪谈的这个训练里面，我们有一个册子叫做福音桥。我们那个福音桥里面有一个讲到是人的心，我觉得非常的生动，所以我愿意把这个讲到说，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我觉得这个福音桥把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罪落，失去上帝的荣耀的一个生命用那个显微镜照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讲到说，有一个看起来外表很好看的一个英俊的男生呢，包括女生也一样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漂亮，可是呢，用显微镜照出他的心，他的心是心肝是黑的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我念给你们我把它，也许你们眼看不到里面有孔雀，有猪啦，有这个老虎，有蛇，有这个狼这个是用动物来代表人里面的什么？孔雀就是骄傲的心猪就是又懒。又淫乱，又肮脏，又污秽还有这个老虎就是很凶暴很火爆这个很暴躁坏脾气。蛇弯弯曲曲就是诡诈不诚实这些的心术不正嘴里讲是，心里是非，嘴里讲非，心里是是，那个就是弯弯曲曲不诚实不正直的生命不实在的生命不可靠的生命。那个狼就是狼心狗肺就是这个我觉得很生动的用这个动物描写人心里面的各种败坏，当然还有很多的不良善嫉妒怨恨说谎还有自私等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人犯了罪以后失去上帝的荣耀的一个心性。这个叫做我们背负了许多的罪恶跟过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我们背负了这个罪又怎么样其实这些罪会压伤我们的。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桥告诉我们说，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极处的。因为我们的失去了上帝的荣耀以后，跟上帝的生命断绝了以后，我们都犯了罪以至于里面是在一个败坏的一个心性跟个性跟脾气个性气氛跟态度的当中。这一切会像什么？这一段告诉我们说，罪人会像翻腾的海，必不得安息。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些罪，就好像身体有细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身体会发烧，我们有罪，我们里面会不安的，会有控告，会有良心，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紧张，很多的自救，很多的这个掩饰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是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我们感谢主，即便是这样子，主耶稣要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阿们，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要使我们得着这个赦罪的一个平安得着赎罪的一个救恩，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福音救恩的一个工作。那么罪不但会压伤我们，罪会引起黑暗，跟黑暗相通，会引起那一类的邪灵入侵。如果我们喜欢淫乱，久了以后，淫乱的灵会进来辖制我们。我们喜欢说谎话，那个说谎话的所谓的谎言的灵就进来辖制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变成一个仇敌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国度，因为罪引进了内心的一个淫累这个叫做我们就被仇敌所掳掠也是我们生命如同迷走迷路的羊，偏行己路，个人偏行己路。就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耶和华今天要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要归在他身上，因为主耶稣来要做两件事：第一个除掉人的罪，第二个因为罪引进了那个罪的邪灵，主耶稣也要除灭邪灵的罪恶的权势。阿们。
好，让我们得着主耶稣的救恩的赦罪跟平安。那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今天要求神再次用他圣洁的光光照我们的内心思想情感，光照我们的行为态度，光照我们的眼目，是不是有人能在罪恶里面让罪压伤我们的。主耶稣不定罪，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知罪弃罪离罪，他要用赦罪的救恩来救赎我们，用赦罪的一个福音来医治释放我们。阿们。看啊，神的羔羊专门除去世人罪孽的。我要说主耶稣不定罪，主耶稣不会定罪，没有一个罪主不能够赦免，没有一个罪主不能够饶恕，没有一个罪主不能够拯救，主都要赦免，主都要拯救，主都要饶恕，甚至他愿意用他的圣洁的生命来换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他的圣洁，而他我们的罪恶的生命他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福音好消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救恩对我们是非常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我们若是诚实，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这一切的不义，除去良心的亏欠，而天良的一个控告跟良心的控告，以及邪灵的一个压制，叫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得到赦罪的救恩，得到赦罪的福音。阿们。阿们。今天我们要不要把我们所有的罪，会压伤我们的这些罪，会控告我们，会叫我们不安，会挣扎的，会里面有内疚的这一切，把这一切的过犯罪恶全部带到主的福音里面，让主的福音实加上福音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使我们借着主的福音能够释放福音里面的赦罪的平安，赦罪的一个救赎，赦罪的安慰，赦罪的恢复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良心被福音的这个救恩救赎了以后，我们的心得到安慰，我们的心得到平安，我们的心得到赦罪的安息。阿们。阿们。要不要这个救恩？要不要这个福音？求主借着福音今天再次医治更新你，从罪的挣扎里面得到释放。阿们。主耶稣的福音不但是要承担我们的过犯罪恶，使我们得到赦罪跟赎罪，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刑罚跟不安，使我们得着释放跟平安。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训练一些同工，那么当中也有医治聚会，好，因为我训练同工以后就要开一个医治聚会，让同工有上阵实习的机会。所以在医治聚会的时候，就有大概是我的左边有一个男士可能是大概30多岁，很壮，很这个很高的一个男士。那么我在那边一讲到说神就是光，神圣的活水，讲到这个很多的人有伤害，主耶稣要一直讲到我们有很多的痛苦刑罚忧患，主耶稣要医治释放。我越讲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坐椅子，本来是坐90度，对不对？他开始做一个弯形的，一直弯，一直这样一直弯下去，整个头弯到跟椅子差不多那个高度了。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些事发生在他的心里面的，所以我干脆把这个就暂时以他做一个机会教育哈。我就问说，请问某先生，你心里面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一直弯着这个腰呢？他就说，哦，你在上面一下就讲神就是光，一下就讲圣灵的活水，一下讲医治，讲黑暗，讲罪恶，我里面就浮出很多东西来。我觉得他被神的光光照了，触摸，看见他内心里面过去没有看见的。刚刚我们说曾有一双手叫盲者这个重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真的，主的手能够拨开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蒙蔽，看不见生命的黑暗，也看不见救恩福音的盼望的这个蒙蔽。主的手会挪开这一切的心瞎、灵瞎、眼瞎的一个蒙蔽。主的手也在那个人身上挪开他这一切的瞎眼，让他看见了生命的这么多的这些难处之后，那么他说什么？
我好惊讶，一个人被主开启触摸的时候，他很会形容，他说你里面说圣灵的活水，我里面也有一个水，我说是什么水，它是一个，不过这个水是一个水沟的一个臭水沟的一个浓水的一个水，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讲到什么伤害啊苦毒啊，他说我里面也是看想到我过去的过去好多的伤害，那个好多的伤害变成一个苦毒的一个发浓的一个水沟的水，在我的里面很像一个毒，苦毒的一个浓水在我的里面。我说哦，他说你里面讲到神啊。神是神是真神，他就想到他以前拜好多拜哦，所有拜的很像一个属灵的一个，像中国人对吗？过去如果犯罪要被上刑场的时候，不是被那个木狗啊，扣住他的手啊，然后脚也扣住，然后头也扣住，然后用那个囚车这样推啊，推到刑场上要执死刑，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电视画面、电视剧都看到这一幕嘛，哈，然后上面写一个死囚，然后用这样送走。他说：“哇，你讲到什么黑暗啊，什么过去的这些的刑法，我现在里面浮出我好像过去拜的，好像这些的这些拜的跟接触的黑暗权势，很像一个属灵的无形的一个枷锁把我囚住了，我好重好重，出不来呀、出不来。”压力很大。那么第三个，他在说话，我觉得这个人被神的灵一触摸，变得很会描述。他说我里面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烟囱很像那个火车，以前的那个火车不是烧煤的，然后有那个黑烟囱，那个火车的那个烟囱口冲出去。他说我里面有一些的黑烟啊，好像火车的那个烟囱。里面的那个黑烟呢、一团黑烟要冲出去，可是冲不出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说我里面你讲到神是圣洁，神是光，神是叫人不犯罪，可是他想到他满身都是罪，那个罪很像那火车的这个烟囱口里面的烟囱，闷在里面出不去啊，出不去，很压，很闷，很难过，很难过。哎呦，我心里想，我现在想这个都会把他熏死了啊。很不舒服，这个罪和心很的啊。那么他说很不舒服，这三件事让他觉得好像在刑法刑求，在一个悲刑剧里面很痛苦，很痛苦。我就请这些刚刚受过训练的医治同工，就赶快上阵，就帮他服侍，把他带到这个小教室去帮他服侍。有罪就认罪，有偶像就弃绝，有伤害就医治。完了之后我讲完课聚会完我就过去跟这个先生讲，我就鼓励他信主，只有耶稣能够救他，只有耶稣的救恩能够一直释放他从这些的里面出来。那么他就愿意决定信主，我就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接受耶稣的福音，接受耶稣的救恩。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问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说他怎么回答我？他的那个刑具不见了，那个刑恶不见，刑求的囚禁啊，刑法的那个刑具的恶不见了，它里面舒畅了，它里面觉得它有神的一个荣光，有神的爱，有神的光明，有神的自由在它的里面，有神的安慰意志在它的里面，它里面能够挺起胸来了，因为它里面完全都照释放了。阿们。这个福音就不只给那个人，也今天也要给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无形当中背了许多的刑罚，背了许多的不安，良心的刑罚的控告，很多的罪，很多的伤害，很多偶像，很多人生的这种的一个好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囚禁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压力，变成一个苦毒出不来的一个怨恨，不饶恕的一个刑罚的一个恶，会感觉会辖制我们。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还用福音要承担我们这一切的刑罚跟不安，使我们从福音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跟平安。阿们。你要不要？要不要今天把所有囚禁在你生命内心精神人生当中的埋在内心心底深处的那个刑具，
那个心烦不安的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全部交给主耶稣，让他把这些承担在主的十字架上，让主耶稣的福音救你脱离这一切，阿们，让你出离监牢，让你出离刑罚，得到主耶稣从福音里面带下给你的良心、生命、内心深处的一个平安跟释放，带着回家陪你一生，阿们。要不要？要。我们不要只要听，你要用信心愿意来领取。第二，再来，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要用他的福音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主耶稣的福音是怎么样？他承担我们的伤害，承担我们的疾病跟伤害，为了使我们得着健康，得着医治，而且是免挂号费，不必挂号，不必排队，不必用保健卡、健保卡，不必，只要用信心。只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罗马兵丁啊，罗马阿兵哥哈，是吧？用那个这个鞭子哈，皮鞭哈，打到遍体鳞伤。哦，这个打到整个血哈，它里面的微血管，我想都破掉了，变得遍体鳞伤，所有打的痕迹都变出血、渗血出来，那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很重的一个鞭伤。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接受这样鞭伤？有一个用意。虽然罗马兵丁不知道，只是照立功照执行这个他的公务，可是神定义界的耶稣让他经历这样的全身被鞭伤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个边上，就是要承担你我生命、人生当中身心灵所有的伤害、疾病，跟所有的这些的这些不健康，跟所有身体的这些的病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这一切我们人生的生命、身心里面一切的疾病跟伤害，主他要用他的健康代替疾病来医治、释放我们。阿门。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祷告，很多病得医治，很多伤害得医治？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用什么七啊、力啊、八啊、九啊、功啊、什么气啊，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所有的疾病、所有的伤害、所有的鞭伤之后，他三十多岁的耶稣是非常健康的。是体魄很强壮的，是最健康的那个年龄的一个耶稣的身体，用他的健康来经历这些伤害，意思说他用他的鞭伤要来使我们得医治，他用他的健康来换掉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阿们。这个就是我们祷告能够经历医治，是耶稣承担了这些疾病，承担了这些伤害，承担了这些的身体的这些病痛，他承担了，那他把他的健康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带下医治的一个动力跟基础。阿们。所以很有盼望，很有果效，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今天我们感谢是所有有病痛的有身心灵各种疾病需要，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一个福音一个这个救恩里面来支取这样的一个主的健康代替疾病的一个医治。我们感谢主，再来耶稣他承担我们的忧黑暗，要使我们得着光明。在主耶稣的福音，在十字架上里面他承担我们一切的黑暗，使我们要得着光明。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的歌词，说曾有一双手叫盲者聪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慈爱的双手，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是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用他的生命承担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因为心瞎眼瞎而看不见人生的盼望，看不见生命的光明，也看不见
神救恩国度里面的光明福乐的这一些的盲点以及这一切的黑暗，今天主要用他的福音要拿掉这一切的黑暗，要除掉这些，叫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叫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触角能够重见主耶稣救恩神国度的光明。阿们。我们不必在黑暗里面过一生，我们不必在黑暗里面啊，在那边控告，在那边哀戚，在那边悲哀郁闷啊，在那边幽暗痛苦当中过一生。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他的福音来领受主要借着福音把我们带出离离开黑暗，进入神的福音的光明的一个生命里面。阿们。这个就是福音要给我们生命一个光明的医治跟释放。主耶稣的福音里面也要承担我们的贫穷，使我们得着富足。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性格里面，有时候想爱爱不出来，想要平安反而不安啊，想要恩慈温柔反而凶暴更多的狼心狗肺，而想要更多的有美好的生命反而更不好。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贫穷，还有我们生活很多的这个狭隘跟贫穷，人际关系的一个贫穷，包括我们的经济物质上面处境上面的一个贫穷跟贫困，跟这些的贫困跟这些的窘迫。今天主要承担，借着福音，借着他的救恩，要承担我们这一切的贫穷的生命，他要化咒诅为祝福，使我们得到在福音里面的主耶稣里面的丰富跟祝福。阿们。这是主要应许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还要使我们成为有荣耀丰盛的荣耀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不在那个贫穷，因为有基督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代替我们一切的贫穷。这个就是福音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好消息。阿们。你的生命贫穷吗？你的处境贫困窘迫吗？你的经济常常是这个有一些的贫穷不付出吗？今天主要砍断这个贫穷的咒诅，让我们借着福音，借着主耶稣能够支取主耶稣富足跟丰富。阿们。而且主的富足是富足不加上忧愁的。阿们。有人富足会担忧这个担忧那个担，但是主的富足是不加上忧愁的。阿们。这是福音的好消息，好不好？我们给耶稣拍拍手吧。你要不要？要。你要不要？要。要不必去买证券投资，用信心就可以领受到。阿们。再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一个福音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承担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着刚强。有时候我们觉得心里好气，自己懦弱，怎么那么软弱？哎呀，这么无能，这么沮丧，这么挫败，这么错愕，这么无力感，哎，很多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感觉，都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引起的感觉。今天主耶稣让我们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成为一个刚强的人。阿们。包括我们意志的软弱、性格的软弱、生命各种的软弱，主要用他的福音来医治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到在主里的刚强。最后我要说，主耶稣最后两点，主耶稣承担我们的咒诅，要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祝福，他借着他的福音要医治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咒诅，使我们得着福音里面的祝福啊！因为过去因为我们无知悖逆犯罪被大拜偶像跟行了偏行己路，接触黑暗权势，接触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那个灵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蒙蔽，引起有许多的咒诅，大概有一些这是一本书里面写的，但是我觉得不止这些，人生有许多一些的咒诅，比如说屈辱不育不结果，精神跟身体的一个疾病，还有家庭的破裂，贫穷挫折受压被欺压，还有失败被厌弃等等等的这些的咒诅。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昨天我在这个一垒退休会的时候，哎呀，我问我们当中在一两百个这些一垒退休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咒诅的进步啊，神菜龟就说我常常经营很多事情，可是没有好结果，反而不好的结果就是好像投资很多精力体力盈利生命金钱，可是呢是事倍功半很多的这种的，不是一次，而是人生常常这样，这是一个咒诅。今天主要在十字架上面化咒诅为祝福，要医治我们。阿们。
要来释放我们生命，得到祝福，得到丰富，得到医治。好，就是借着主的一个救恩，主的一个福音里面，能够使我们得到医治释放。最后我要说，主耶稣啊，他借着他的福音，借着十字架救恩的福音，他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啊，忧患痛苦这些的悖逆，这些犯罪跟罪恶这些的咒诅。那么最后，我觉得非常的不忍心。无罪、圣洁、圣善、良善、可爱、美好的耶稣，为了被世人、你我，为了所有的人的这一切的东西，最后他死了。死了以后，他真的死了，然后到地狱里面，到阴府里面。如果阴间有层次，他一定是在最深，因为他背的最重，就是为承担你我所有的忧患、痛苦、罪恶、刑罚跟黑暗跟咒诅，背负了这一切的这些代价跟刑罚。最后他死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他替我们死，而且是死在阴间，死在阴间三天。所以耶稣他的救恩，他的福音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承担我们因为犯罪、悖逆、败坏、咒诅、刑罚、罪恶所该负的刑，死刑啊，这个地狱的死刑、地狱的永刑啊，地狱的这个死亡，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你要不要到土城看守所去住一天？不要，不舒服。那个是一个这个不能得自由。今天耶稣承担你我的罪是到哪里？到阴府。那个地方是有硫磺火湖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关那个罪恶、关一个犯罪的灵魂，是一个一个黑暗的一个刑场。专门关犯罪灵魂的地方，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耶稣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为了承担我们犯罪所有的该负的罪的刑罚，替我们承担这些的永刑，替我们承担地狱的这些的永刑，而带下救恩跟永生要给我们。阿门。棒不棒？主耶稣的福音这么有能力，是这么的具体，要今天要给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要从主的福音里面得着，从罪恶、从这些刑罚里面的这些死刑的一个压制里面得着主的救恩的一个永生、一个永远的、一个永活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的生命。阿们。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生命要充满了希望跟盼望，因为救赎主活着。他活着，他从这个被我们的罪死了之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的毒钩、死的权势，胜过一切阴符、撒旦、黑暗的权势，胜过人生的各种的压伤他、置他于死的各种的凶恶、罪恶、败坏、邪恶的阴符、死亡的权势。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活着，今天他也活在你生命当中。阿们。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我生命要充满了希望，因为救赎主活着。今天他要用他的福音，要一直释放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面对一个死亡的生命，而是面对一个复活、荣耀、有盼望的一个生命。阿们。这个是福音带下医治我们生命的人生观、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和一个能力。主的救恩，主的福音，好不好？好。这是福音的好消息。是。你要不要？要。要不要？要。主他是用真实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换下这种福音的好消息给我们。今天我们要用真实的信心来回应他。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生的各种的这些忧患痛苦，各种的这些软弱跟伤害、过犯跟罪恶，各种的刑罚跟不安、疾病跟伤害，跟我们黑暗跟贫穷跟一切的咒诅，今天如果我们有需要，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这些交给主。耶稣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耶稣他甘愿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我们一起用信心来唱这首诗歌，以后就来领受主耶稣用福音来医治释放我们。沙龙沙龙，他名是耶和华沙龙，是个耶稣宝贵的主。耶稣宝贵的主，高
Oh.
紧闭起来，让圣灵透过这个诗歌触摸我们生命的需要。接受主
用福音来医治释放你。耶稣宝贵的主，眼睛闭起来。许多的忧愁患难，许多的痛苦跟压力，许多的痛苦跟重担。
生命的处境，了解我生命的处境。主啊，我也承认了许多的过犯罪恶。主啊，我也承认有许多过犯的罪恶。我有许多的悖逆，我有许多的骄傲悖逆，懒惰，懒惰，肮脏污秽，肮脏污秽，我有许多的淫乱，我有许多的淫乱，不义不洁的思想，不义不洁的思想，许多的谎言跟诡诈，许多的谎言跟诡诈，许多的自私跟软弱，许多的自私跟软弱，背在我生命当中，背在我生命当中，主，我受伤许多的怨恨跟苦毒，主，我受伤有许多压在我内心的里面，压在我内心的里面，背了许多的刑罚跟不安，背了许多的刑罚跟不安，我承认我生命当中许多的挣扎。我也承认我生命当中许多的挣扎，我有许多的伤害，许多的愁苦苦闷，许多的愁苦苦闷，许多的焦虑跟担心，许多的焦虑跟担心，许多的面对生活生命的压力，许多面对生活的压力，这一切压伤了我，这一切压伤了我，压伤了我，压伤了我，我承认我受伤了，我承认我受伤了，背了重担，我受痛苦了，我受痛苦了，我也承认我生命当中许多的疾病，我也承认我生命当中许多的疾病。绝望，主啊，我里面很多的黑暗跟低沉跟沮丧，很多的低沉跟沮丧，我有许多的软弱跟咒诅，我有许多的软弱跟咒诅，许多的贫穷，许多的贫穷，许多的压力，许多的压力，许多的失败，许多的失败，许多的重担，许多的重担。今天我要把这些带到你救恩的里面，今天我要把这些带到你救恩的里面，带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里面来，带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里面来。你有福音的里面来，谢谢你透过你的福音来医治释放我，谢谢你透过你的福音来医治释放我，面对我背负的这一切，面对死亡的压力，我面对死亡的压力，面对一些绝望的痛苦恐惧害怕的压力，面对死亡绝望恐惧害怕的压力，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我谢谢你承担我地狱的死刑，承担我地狱的咒诅软弱，承担我的咒诅的软弱，承担我的贫穷黑暗，承担我的疾病伤害，承担我的疾病伤害，承担我的刑罚跟不安，承担我的刑罚跟不安，承担我的罪恶跟过犯，承担我的罪恶跟过犯。谢谢你借着福音，谢谢你借着福音，要来承担我的痛苦跟忧伤，要来承担我的痛苦跟忧伤，承担我这些的忧愁跟患难，承担我这些忧愁跟患难，这一切会压伤我的，这一切会压伤我的。主，我要交给你，谢谢你甘愿背负我这些的重担，谢谢你甘愿背负我这些重担，背负我这些伤害，背负我这些刑罚，背负我这些刑罚，背负我这些罪恶跟过犯，背负我这些罪恶跟过犯，我要请你来承担，主啊，请你来承担。眼睛闭起来，你要请耶稣承担吗？主耶稣，我要请你来承担这一切。主耶稣，我要请你来承担这一切。不要再背这一切了。我不要再背这一切。不要再让这些压伤我了。不要再让这些压伤我了。不要再福音的医治。不要再主耶稣的医治。不要再主耶稣的名。断开这些黑暗咒诅，断开这些罪恶的伤害，断开。
治。我要把福音的医治。谢谢你，这个福音要来医治我，来拯救我，我接受主的福音，我接受主的拯救，我接受神的羔羊，我除去我一生的过犯罪恶，除去我一生的过犯罪恶，重担跟刑罚，除去我一切重担跟刑罚。谢谢你，谢谢你拿走这一切，担当这一切，承担这一切。谢谢你，现在我用我的信心。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是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或者是你还在慕道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基督徒，今天你听了福音与医治的这个信息，你愿意今天晚上就接受主的福音来医治释放你的一生，来祝福你的一生的，好不好？请你举手，我要为你来祷告。请你举手，你要接受主耶稣的福音的医治的。若是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你还过去没有听到这个福音，今天你愿意正式在神的教会，在神来到神面前，你要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接受这个福音的医治，请你举手，请好不好？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来，好，这个楼上楼下的有这样很多人有举手的，请你站起来，到前面到台上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我们其他人为他们拍手来鼓励他们，欢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恭喜恭喜你们！不要错过福音要来医治你们，错过福音要来医治你们，勇敢提高一点，勇敢提高一点，我要为你们祷告。透过福音主要医治你们，我们站，我们继续拍手来感谢主，感谢这么多人要接受福音，每个弟兄姐妹再次更新确认选择福音的拯救，我们每一个需要的人，过去糊里糊涂的，今天在清楚的见证，没有一个罪主不能够赦免，没有一个这个罪恶主不能饶恕，没有一个罪主不能拯救，主都要医治，主都要拯救，举高坚定，来到主的救恩，来到主的十字架救恩面前，来到主耶稣的
在选择福音，需要的都可以来，需要的都可以来，需要主的医治的，需要主用福音的医治的都可以来，楼上的也可以来，我们要来经历主的医治，我们要来看神的大作为，我们拍手来欢迎，我鼓励他们，鼓励他们，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他们要处理一切的伤害，要经历主的福音，要经历主耶稣的福音。主救他们，主也要救你。我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今天你们要接受主耶稣的福音，来医治、祝福、释放你们的生命。阿门。你们愿意的人，这时候好不好？你们的手啊，按在你们胸口，胸口，我要为你们来祷告，表示你们是诚心的，表示你们是用真心、用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得着福音的医治。好不好？眼睛闭起来。下面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举手为他们祷告。今天自己为自己祷告，你们不高兴吗？你们应该为他们来高兴。地上有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子又在欢喜，何况是这么多人要得救？我们要求主，就要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我要带他们来祷告。这样你们眼睛闭起来，主耶稣爱你们，主耶稣爱你们，继续弟兄姐妹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带着你们祷告，还需要主耶稣用福音医治的人跟着我，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到你面前的，反到你面前的，你一个也不丢弃，你一个也不丢弃。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使我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今天使我听到福音的好消息。我很有盼望，我很有盼望，很幸运，我很幸运，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能够听到福音的好消息，能够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今天我愿意走到台前，今天我愿意走到台前。我愿用信心，我愿意用信心，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来接受主耶稣，主耶稣，用福音，用福音来拯救我，来拯救，来医治释放我的生命，来医治释放我的生命，来医治释放我的一生，来医治释放我的一生。主，谢谢您，主，谢谢您，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要把我一生的忧患痛苦，我要把我一生的忧。把我的罪恶跟伤害，把我的罪恶跟伤害，把我的黑暗跟咒诅，把我的黑暗跟咒诅，把我人生的压力，把我人生的压力，疾病，疾病，跟一切的黑暗，跟一切的黑暗，跟一切的悖逆，跟一切的悖逆，罪恶跟过犯，罪恶跟过犯。今天我要交给耶稣，今天我要交给耶稣，我要弃绝这一切，我要弃绝这一切，弃绝这一切，我要弃绝这一切，不让这一切压伤我，不让这一切压伤我。宝血洁净我，主耶稣，求你用福音拯救我，用十字架救恩拯救我，用十字架救恩拯救我。我用我的信心，我用我的信心，我用我的诚实的心，我用我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我接受你用福音来拯救我，我要接受你用福音来拯救我，接受福音的拯救，我接受福音的拯救，接受主耶稣，我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代罪的羔羊，成为我代罪的羔羊。赐下福音的祝福，求主赐下福音的医治，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福音的拯救，福音的拯救，福音的圣洁，福音的圣洁，福音的光临，福音的光临，福音的祝福，福音的祝福，福音的福乐，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光临，主耶稣的祝福，主耶稣的祝福，现在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现在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进到我的内心里面来，进到我内心里面来，祝福我一生，祝福。生命，祝福我的生命，谢谢主，谢谢所有过去，所有过去无知悖逆，无知所引起的疾病，所引起的疾病，身体的疾病，身体的疾病，身心灵的疾病，身心灵的疾病，生命的疾病，生命的疾病，断开这一切的咒诅，断开这一切疾病的咒诅，断开这疾病的咒诅，生命的咒诅，断开这生命的咒诅，身心灵不通的咒诅，身心灵不通的咒诅，现在离开我。释放主救恩的医治，释放主耶稣福音的医治，现在领导我，现在领导我，医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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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为健康的，使我成为健康的，成为蒙爱的，成为蒙爱的，成为蒙得自由的，成为得自由的百姓，成为得救的百姓，得拯救的人，得拯救的人，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的名，靠
个一个，我们有同工要帮助你为你祷告。接下来我要请前面的在这个阶梯底下的弟兄姐妹，麻烦你们合作一下，把这个椅子跟东西收到旁边。那么我现在要邀请我们当中，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没有关系，今天你听了这些的福音跟医治的时候，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需要被主再次用福音来更新你，再次被主用福音来医治释放你的，都可以站到台前来。等一下我们的同工要为你做个别的医治的祷告，你都可以站到台前，好不好？不要把东西放台前，全部都放旁边，好不好？放旁边。那么台上台下有需要的都可以站到前面来，我们同工要为你祷告，有需要的都可以来，有需要可以来到前面，我们的同工要来为你做个别的医治释放，借着主的福音的大能要来医治释放你，就是主的福音的拯救要来再次更新你。有需要的请一排一排的站好，一排一排的站，楼上楼下的都可以来。主耶稣要医治，主耶稣今天要借着福音要来医治你，主耶稣借着福音要来拯救你，主耶稣借着福音要来更新你，主耶稣借着福音的大能要来医治释放你。有信心的有需要的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赐下福音以医治的救恩是很丰富很有能力的，要临到我们。主不但救这些人，主要救我们现场使你聚会的每一个人，还有看直播的每一个人。阿们，感谢主，这个恩膏是真的，这个能力是真的。主既然救别人，主也要救你，救我们。阿们，阿们。我鼓励我们这么丰富的福音与医治的神的这个救恩的生命的能力恩典非常的丰富，鼓励你周间再去看，在周间用心里安静的再看，让主的福音与医治更深的进到你的内心跟生命灵魂的深处里面来。阿们，感谢主，我也很感谢主让我们北港这些的肢体再次看福音医治的时候，这次看更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你再一次更坚定的清楚的要来领受福音的医治释放。阿们，领受福音的拯救，坚定信心，不可摇动。阿们，求主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又可以到这个副堂，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一起彼此来祷告，手牵手，我们走耶稣福音的人生的道路，得救的人生的道路。阿们。下面有些报告，我们等一下到副堂，每一个礼拜主日完了之后，到副堂彼此分享主日信息，之后彼此祷告，大家能够彼此勉励，坚定往主的道上来直奔。阿们。之后我们简单的简餐之后，我们下午呢有一些服事，求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们离弃黑暗归向光明，就是要服事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我们用圣洁尊贵的生命来服事圣洁尊贵的神，生命要来行主道，活出主的性情来服事神，同时我们的四肢手脚行为这个动作也要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来服事神。阿们。那因为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圣工还是很多，我们最近有很多圣工，可能大家分头去分工去做，今天下午时间也是很短，我们可能分头去做一些事情，把神的圣工能够稳定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三恢复礼拜三的生命牧羊，之前因为礼拜三忙，所以换到礼拜五，现在又恢复回来礼拜三，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就是照常的到星期三有生命牧羊时间安排，你把时间安排好。那分享的时候，生命牧羊你要分享
结出悔改生命的果子，就是你听了主日的信息之后，你怎么在生活里面去结出悔改生命的果子，那行为的分享，以及你每日灵修神的话，圣经话教导你，你有感动的，你怎么去遵循神的话在你生活当中，这是我们生命牧养的内容要去做的请大家加油，阿们。那我们星期四仍然是张牧师带领我们北港基督教会的祷告会，每一次的祷告会都是一个主用主的话、主的灵再一次一点一滴的提升我们、复兴我们的一个机会。阿门。那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今年我们教会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是一起大家从神的话里面，我们领受灵里。生活过新年，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年我们往这方面更警醒，更提醒自己，我们要在灵里来生活。阿们。不要再顺从肉体不需要再顺从肉体，我们要顺从内住基督的灵，引导我们的生命过生活，做主工。阿们。好，我们那下个礼拜1月15号，请大家记得，已经报告很久，一个月以前的报告，把时间分别出来。1月15号是我们教会的今年的这个华人会员大会，我们用会员大会。我们现场实体的现场报道的会到，还有我们有视讯的这个会员大会的这个出席。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人用视讯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有用视讯。那我们现场的有现场的这些报道，请大家准时3:30。下个礼拜1月15号主日下午3:30开始会员大会，但是我们不要3:30才准备视讯才到，我们提前做好视讯，提前做好准备，包括我们现场的提前来报道，该要做的这些行政工作行政作业都做好。我们是准时3:30开始会员大会，我为这个祷告，预备心，阿们。那求神来祝福我们这一切都能够合神的心意，也符合政府法院的这一些的规定，容神一人，荣耀主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预备心来奉献。Shalom.
使我们得平安，谢谢你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谢谢你的救赎把我们从罪里面咒诅里面救赎出来，使我们从罪中得救成为蒙福的人。主耶稣，谢谢你用健康代替疾病来医治我们，用光明富足刚强祝福来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贫穷软弱跟咒诅。阿们，谢谢你赐下安慰安舒甘甜喜乐赦罪赎罪得救的救恩，也赐下释放跟平安给我们，使我们脱离我们生命的忧愁患难痛苦跟忧伤跟焦虑，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过犯跟罪孽，使我们脱离我们不安跟刑罚。主耶稣，谢谢你这么大的救恩，好丰富的救赎的恩典，谢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你也为我们的罪你付上了十架罪恶审判的死刑，你下了阴间。主啊，为了救我们脱离罪下地狱的死刑，使我们悔改信福音离罪归义，得到主耶稣你救恩永生的盼望。主，这好大的恩典能力，好大的荣耀，好大的盼望的救恩，我们要献感恩啊，我们要珍惜啊。主啊，谢谢你，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的救赎，赞美你用救恩与医治来救赎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们用信心啊来领受，你就赐下你救恩的医治、释放、更新跟救赎临到我们。谢谢主耶稣，为我们个人、家庭跟教会所需要的主，你是造万物的主，你赐给我们万物百物来供应我们，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奉献给您，求主悦纳，求主分别为圣，求主使用作你圣功的用途，荣耀主的名，也求主纪念所有在主里面被主的爱感动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求主在各方面身心灵各方面加百倍的祝福，也用你福音与医治来祝福每一位奉献的人，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到前面祷告之后，就到隔壁分享。愿主祝大家能够经历救恩与医治的得救与再更新。阿门。阿